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今天的文评论道呢，我们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13年第九届无锡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决赛的精彩对局。说起无锡微服房开杯，让人不由得感慨时光飞逝。从最初的只有8名棋手参赛的邀请赛，发展到今天，中国围棋职业棋手等级分前30名的顶尖高手悉数亮相，从50后到90后，四代中国围棋棋手的国手都曾经在这项赛事中先后夺冠。10年光阴，无锡这座太湖之滨的美丽城市，见证了中国围棋从崛起走向辉煌的关键10年。今年的8强战在合肥市进行，而半决赛则走进了无锡市的天一实验小学。最终进入决赛的是90后的小天王周瑞阳和1998年出生的杨鼎新三段。在决赛中，年仅15岁的杨鼎新毫不手软，直白190手屠龙大胜周瑞阳，这也是继李光杯之后杨鼎新夺得的第2项头衔战桂冠。又一颗围棋界的新星在冉冉升起，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15岁的少年杨鼎新。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老朋友赵守勋5段和裘丹云2段为我们带来这盘精彩的屠龙大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讲解第九届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的决赛。这两位决赛的选手呢，分别是周瑞阳9段和杨鼎新3段。对。那么可能大家对周瑞阳的名字比较熟悉，因为他之前已经拿过百灵杯的世界冠军了。杨鼎新的名字呢，可能要陌生一些，但是其实呢，他也是最近成绩非常好的一位选手，而且是95后，98年出生的。非常年轻。对，之前呢，他已经夺得过李光杯的冠军，所以这次能够杀进决赛呢，我觉得也不能把他称之为一匹黑马了。对，实力很强，虽然年龄很小，是的，实力很强，是的，成名也很早，其实应该说，他是一直是在这个重庆队啊，跟古力的队友他一直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古同学的这个战友很厉害，很厉害，是的。今年围甲战绩非常的出色，我印象中是8胜1败，有一段。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重庆队之所以能在这个围甲上排名这么一直都是冠军队伍哈，所以说他这个对于小将的培养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方面。那不管是他还是一个李轩豪都很厉害。确实。那我们先来看棋吧这盘棋，周瑞阳黑棋。是的。他们一开始下了一个流行布局，白棋在这儿，这个4件架我老在想他这能不能称之为夹击的问题。对，因为比较远嘛。对对对，不好说，这个很难界定，是夹还是拆。一般给人留个拆二的话呢，咱们就不叫夹了。是。这都是流行下法现在。对。然后黑棋下了这个。这个这太多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这盘盘这么下去也没什么好讲。白棋小尖，对，黑棋拆二。这个时候就有几种下法。现在这招棋特别流行，现在大家如果经常看棋谱的话，经常会见到走这儿的，但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正常的话呢，但我不说走角，就是说你要加的话，一般是加紧，那这个地方可以拖过。对。有下一手。没错。对，这是一般的一个想法。要松加的话呢，好像也是高加比较。普通一点，对，这个就是有点稍微有点奇怪，但是这招棋实际上是，经过反复的这个职业棋手啊反复的这种验证之后，认为这个选点是非常好的。加在这儿觉得比加紧一路要好一些。对对对对对。它道理就是说加紧的话，你这个子实际上人家就轻了。他就不来阻度，你也想拖过的话，你就拖过得了。对对对。加在这儿呢。这个子如果死掉的话，它会大一点，你看上去一路之差，但是其实顶尖高手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一路之差。没错，他就是斤斤计较于这一点。对，而且这个子放在这里之后呢，他将来不管是挂这个还是挂这个，这个间距都比较好，你这样挂过去的话就有点远了。
有点远。而这个人家将来腾挪的时候，他这一靠这种。哦，这是一个好的手法。对，这是对一靠断，就很难办，局部。所以说他是走在这儿。嗯。当然尖顶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也有。白棋尖顶这个，然后压出来。对对对对，这近期比较少了。现在都不这么下了。对，这个角呢就留给黑棋来进行，黑棋就拖了一个在这。哎，你不走肯定我得走，对吧？白棋搬，上上接上，因为担心黑棋接下来会靠住他，这样他就跳出来了。对，反正现在都是这么下的。对，都是这么下。之前有这个走这个，然后靠然后挖出来的。嗯，白棋挖呢，黑棋就挡住他。你如果从这边翻吃，由于你这里损了一下，我就算了，接住。这棋褒贬不一。嗯，有人认为黑棋好，有人认为白棋好。黑棋这个子是大伤，大伤元气这招棋，但是它本身局部定势啊，白棋亏了，这本身白棋太慢了，这定势。对，白棋那个就局部本身是亏，而且白棋这也损了一下，就一人损一下。这个棋形也挺奇怪的，就是说。虽然说这个黑棋这个子是大伤，但是将来一旦如果说在这一带有子的话，黑棋还是有动出的可能性。比如跳一个，你要肯从底下度过，那我已经很高兴了。那就不用说了，他还能硬跑，就硬转出来，这是有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局部啊，其实可能也就差不多半斤八两。最主要的是白棋这张棋位置不好，这张棋你等于逼到他后势上了。现在黑棋这块棋挺结实。是，嗯，对，这块棋因为这里有一个眼嘛，然后底下要做两个眼又不成问题，对对对，基本上是铁活的形状，铁活，那就很非常厚了。而且他一会儿他需要的时候，他这种还是先手，他很厚，就这块棋。对，所以说现在选这个的下法呢比较少。那看起来杨鼎新是赞同这个下法，对，他不赞同那个下法。杨鼎新的棋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看着，杨鼎新是很独特。他是一位棋风很独特的一个棋手。哦。啊，九零后的棋手呢，大部分就是比较的善战，就局部抠得非常紧，是九零后的一个特点吧。中后半盘都很强。中后盘非常强。是的。到九五后呢，就是这个特点就愈发鲜明了。啊，都是道场魔鬼训练出来的这种选手。是。都是，后半盘几乎无失误，但是前面相对较弱，这是他们的一个整体特点啊。布局阶段和反正越到后面越强吧，就是相对布局就弱一点，是大局观啊，全局的这种掌控啊，是他们的弱项，没错，但是他不利的时候这搅局是他们的强项。对，你想赢一盘且累着呢。嗯，但是杨鼎新不是很一样。哦，我觉得我看过他一些棋啊，嗯，我感觉他不是很一样。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有点大气。哦，他的棋很就是说九五后的特点他也有，他的后半盘也很强不弱，但是同时他的前半盘也不弱。那如果这样的话这前途无量，我觉得是。对，我也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他很有前途。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这个大局观很好，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大局观非常好。对，因为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些九五后的少年对于前半盘的棋子的理解，我觉得可能还欠一点火候。对，我估计可能也是跟他在重庆队这几年的磨砺有关系。是啊，他们经常在一起摆的话，肯定会对他有帮助。整天在谷歌面前，是吧？还有像王琦啊、谢赫之类的一流高手。对对对对对，王琦、谢赫这都是全局控制能力很强，全都大局观很强。就是这应该说鼓励王琦谢，这就是八零后最强的几个选手了。没错啊，都在重庆队。我就在想，这个年轻棋手是不是进入重庆队是他们的梦想之一啊？对，可以这么说，应该是，啊，就是幸福的春天就快要到来了啊！整天跟谷歌泡在一起，想不长棋也很难。对，不长棋都难，的确。现在呢，下成这样了，就刚才白棋跳，黑棋搬这个，白棋一虎，那黑棋这个拍吃必须，因为你被人家搬一个的话，这个眼位和目数都差距很大，所以这步棋非常大，四小时大。你看这开局阶段就是有。怎么就走到一路上去了，对吧？才去进行了应该不到20手吧，十几手，十五手就跑到一路上去了，这太莫名其妙了，这是围棋吗？对吧？会不会？但其实，你别看它是一路，它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很多的这些大厂，这个手脚大不大，对吧？这个手脚显然是非常大的，没错，人家这个一排士把它限制住，但是没有这个大，这个棋所，而且这个看上去白棋，
弄了几个子儿，实际上他将来被人家这个局部啊被人家一煎的时候就很讨厌。对，你如果说肯接上那就不用提了，你被人家便宜了已经。对，这个骑行还是很奇怪，这边还依然不是很舒服，被人家挡下去之后还是有一些。对，假如说你要攻他这两个子的话，他这个挡是有鲜味的。对、嗯、你要是走别的他就挤过，他这一挤就已经联络。对，除非你有脱先不行，你现在已经打不动劫，打劫人家从这儿打你全死了。对对对，你除非在他尖的时候你跟他打劫，你跟他打劫、嗯、但这个主动权在黑棋手里，就是黑棋可以随时走这个，就让你难受。所以这个地方白棋其实谈不上厚，白棋是几颗只是走在外面而已，就是他的棋走在外面。是这样。接下来他挂角，白棋在这儿挂角、先抢占大场。对，非常大，布局速度很快，没错。这个是很重要的。对，黑棋飞一个硬得很朴实啊。在这里然后立刻就挂上面，挂上面抢占大场。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局就是转换的速度非常快啊。他的步伐很快，那这挂一下，按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存在缺陷的。尤其是在这个子还充分的保留他的活力的前提下，那这个地方缺陷就显得更厉害了。这个棋也很有意思，这个棋就是说能够看出双方在这个局面下的一种追求吧，可以说。像这招棋小飞和这个小尖比有什么区别？对不对？这个是职业棋手可能就在追求这些东西。他一定要把这其中的区别要搞得很清楚。对，这棋才能下得好。对、他为什么会小飞？是不是？如果小飞的话，你看实际上他就脱先了。对。如果你小尖的话呢，这个毫无疑问对白棋压力会很大，因为这个时候你再脱先，我这一打入，这个的力量比这个的力量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人家这有显然有一脱，对，就做活了。这个呢？白棋局部是活不了的，那你只能往外跑。那这个其实，对白棋来说有压力的。对，没错，就是说，如果小飞的话，白棋肯定会脱先。对，肯定会脱先。如果小尖的话呢？也可能会脱先，但他至少会想一想，他这棋是不是需要补？对，这个时候就是对白棋来说就是一种考验了，应该说，白棋下一招走在哪儿？但是他有可能这样靠起来，对他继续去扩张。有可能呢，就是最简单的就守回来就行了，或者走在这儿，这个为什么不小尖？反正我觉得我是没有去完全理解透啊，这件事。对，但是周瑞阳他一定是有他道理的，他肯定有追求，或者说就是最简单好理解，就是他比较怕人家走这个，这反而被他借劲儿了，对，他就走这个，白棋挂。黑棋一尖低加，这接下来的下法是比较有特点，走这儿不是双飞燕、对，这个就他个性就体现出来了。是的，这样棋什么意思呢？都看不明白。这我也不懂。不懂哈。这样棋就简单解释一下吧。他其实意图还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先看这个，如果双飞燕，首先他是不肯点角了，对吧？对，这一点我们已经清楚了。就点角的话，谁也挡不住你，你就点就完了。啊，第二个像这种定式他也没选择，不想选择，我们就跟这个比。这个之后呢，现在绝大多数棋手都是会选择单点角的这个定式，对，黑棋挡，爬，接上。对，接上。白棋不管你是接还是立，对，这样黑棋呢就一立。立一下。这个时候接下来定式我们就不要去多管它了，这个接下来很多种下法，有跟着挡的，有这个拱几下的，有直接脱先的，对吧？这不重要，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子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子已经伤了，它是贴近这个后势的。对，它离后势很近的。刚才那个大飞挂就可以远一路是吗？对，它其实就很简单，它就追求的就是这个。是，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如果我这个子在这儿，那我现在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是可以，都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已经便宜到了。是的。这就是他的一个追求。看上去很奇怪的一手，走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也很有意思，这招棋。实战黑棋尖顶了一个在这儿。对，他这个针锋相对啊，他不肯被你直接点角点进去。他让你远了一路，他觉得他吃亏了，这肯定不干。他希望这样。
跳出来，这样的话，这样白的就换，这样有个这个定式本身，局部来说有这个定式，这才叫定式。是的，是的。那你这个子这太奇怪了，就被人家压制出来，两边都很重，这不对，这个不可能长。所以白棋点了三三啊，他还是转角，挡住，白棋搬啊，他先交换两下，对，这样，团住。他是不是又爬了一个？对，直接就走了，也没有再保留。再长。长，他坚持。交换成这样，他再长出来。是的。黑棋跳。黑棋还是跳。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差别了。如果你先长的话，你这时候点角，人家绝对不可能挡这个，让你这个先要搬两下，就是下来。他给你把你先团断了。对对对，他给你是团断也好，是单立也好，就是他不会下成这样的。总之他是不可能让你下成这样的。是的，这个棋就是他先点角的一个妙位就体现出来了。我就在想，这个杨鼎新是不是有备而来啊？他自己，因为他率先下出了这个，他肯定是有心得。尤其像这种小棋手，他是今年98年，今年15岁，是啊，对，他对这种局部来说肯定是轻车熟，非常清楚。是的，他肯定自己早就想过这个下法。白棋爬了一个，接下来。然后黑棋就提掉了，要不然被一立一拐。对，他这个地方难受。如果不提的话，你走别的，这有棋的。他是先立好还是先挖好？可能是考虑一下这次序问题。对对对，这个反正这一挖黑棋就坏了。如果挡住的话，这一立，你讲的那个二的子已经二三的子已经被吃掉了，拐回去。这拐回去之后，这个就搬不下来了。是的。如果挖的时候你不挡的话，不像话，这有点，不管你走什么，这你还得后手做活，对，这就是欠毛病。那你要走这个的话呢，这个不肯，走这个将来人家这一搂你还是没活劲。是，而且这个地方味道还很坏，他这顶先生这个，比如说他贴这地方还是有立了拐出来的这种棋。所以黑棋直接提掉是非常干净，活的已经两眼都瞪圆了。也可以，他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白棋爬跟他提交换，其实不一定便宜。这招棋黑棋反而就安心了。是。然后白棋跳一个，看看。黑棋小尖。要求出头，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它是有断点的，没有连好。上靠一下。黑棋跳。对，这个时候黑棋很想搬，但是不是很敢搬。搬的话是不是会被断掉？对。不过我倒是觉得啊。可能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很想搬这个。那就弃子嘛，接下来，然后抢先手是吗？对，这样立下去。挡一个吧。这你会打断是吧？对，我不知道。有可能，那我就粘上算了。然后吃掉。这手棋有点大。对，想抢先。占据大场是吧？在那这个进攻白棋很难受，确实，因为我这已经是一块铁活了。你无论跑多少个，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这样分析哈，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方向，我们讲行棋的方向感，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我们简单就看一看就知道了，其实就是比双方的效率。对，他这一拐，首先白棋就非常痛苦，太会下了。对，这无论你怎么补吧，就反正我们就这黑棋这样，大家想象一下，就这样一路贴过来。对，这个就不用管，就反正他就一路贴过来。就这个意思哈，我们不往前白子儿了。黑棋的这一排棋子对白棋的影响巨大，每多走一个白棋，这边就压力山大。这打入进来就快不行了。那白棋那儿每多走一个，对黑棋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一块铁活，一块活棋。是的。所以说你这个跑呢，虽然能跑，这跑啊不能否认它可以跑，但是这个跑出来的方向是极差，这个方向是不能忍，而且是、这个、跑得很不舒服。对，跑得很不舒服，但你不跑，你就被我吃了，又有点不像话。太大了，对，这太大了。所以说这招棋非常想抢，我觉得要是黑棋的话，想这么下，很想这么下，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死了也还好。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我觉得周瑞阳他可能有一点啊不甘心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下交换亏了，他可能有点不肯，他目数亏了是吧，觉得
对，他如果当时没刺这个的话，他就肯定很高兴的就把它弃掉了。因为现在刺了一下，刺了一下之后有可能是亏两目，就发现本来刺到一下很舒服的，结果反而变成了损目了。对，反而亏了，他这个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嗯，这不行，这受不了，所以说他就不肯搬。他跳出来了。对，但这个跳其实松了很多，这一跳之后啊，这就是差非常多。这人家再飞一个，白棋飞，再去跳。就是白棋这两下是先手把黑棋全都压进去了，压得很低，然后、感觉黑棋不太肯，对，我觉得不太肯。白棋赶紧抢回来这手棋，这巨大这步棋。对，这样来看，我觉得白棋这个局部成功了，这个局部还不错。因为是黑棋的行为，白棋挂角的，对，然后等于远远的黑棋还有一点帮忙的意思，这手棋。对对对。结果下成这样，白棋两边都很舒展，这也拆回去了。这黑棋也没拿到多少目，这角很小目数。是，所以我是觉得黑棋不便宜，像这样，就是他可能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这个看他搬起来了。对，白棋这个棋，实际上他两边是不容易走好的。当时的局面啊，白棋两边是很容易走不到的。对。但是他这一靠就他变成两边都走着了。对，都走着了。这个你松了一步啊，就让他这个差一步就步步跟不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差挺多的。是的。黑棋实战挂角在这儿，你看他这个就是实际上这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很、那个不合其理的一种行为。他先在这儿贴了一下，然后交换了一下，走了两下，贴了把自己走了几下，搬，然后黑棋长，白棋粘上，下成这样、这其实白棋挺舒服的，对啊，这都走好了，然后再挂的，但是由于他这几下之后呢，这串棋子变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白棋立刻就出手了。他直接就挖断他。在这儿。对。我觉得这个，所以刚才这个贴，我有些疑问，他是不是应该下呢？也搞不清楚。但是他可能也担心，就你先不贴的话，将来会不会生变啊？走不着。可能也担心。我觉得还是贴，应该总能贴着。能贴着是吧？对，就不走的话太苦了，跳过来白棋太苦了。是啊，那就是说你也赞成他先保留，不要下。我是赞成，对，我觉得很奇怪，反正这一代的次序很奇怪。首先你要是憋着从这儿挂进来，这就已经很奇怪了。这就是本来你很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不跳这个黑棋很主动的轮黑下，你先走这个，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现在人家先有了之后，你再去进来，这本身就已经有点就是慢一拍了吧，应该说。本身就有点奇怪，再加上他这个贴就是还都先走掉，有点俗。虽然是大名鼎鼎的我们周瑞阳啊，周棋圣是吧？现在他在世界比赛是百灵杯的冠军，对，在我们中国是棋圣，棋圣战的冠军，非常的厉害。今年啊，号称是这个所有中国棋手里面。奖金收入最高的一个选手，主要是因为百灵杯的这个冠军奖金特别高啊。奖金收入高嘛，就说明他在重大比赛中的表现好。对，是的。在之前啊，我印象中他是所有的世界比赛全部进入了这个八强。或者说全部都活着，都还存在，就是他都活着。所有的世界比赛不仅夺了一个百灵杯，而且年度的所有的世界比赛他都还都健在。这个很了不起啊！确实，对，就说明他在世界比赛中没输棋啊！大家想想，换一种思路想想，对吧？等于他全胜，这是什么概念？太厉害了！但近期他的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就前一段是输给朴廷桓，我记得是。输挺多的，是吧？对对对，但这个我是感觉他这状态是有点问题。被人家挖断之后呢，黑棋断打在底下。对。然后。白棋没有长，因为如果长的话，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担心黑棋走这儿？这有点，这点很厉害。点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怎么硬啊？对，接下来，你要长他压他就顶。一顶啊！对，杀不过这个子，现在人家轻了就不要了，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先打，这是次序，把你打中。对你如果接触，那再拉回来就不一样了。所以黑棋提掉，白棋断打。这个棋客观的说呢。是一个转换，这其实是一个转换，就是双方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白棋的代价呢是实地，嗯，就是这个地方它这边一冲，这我子要死进去，是这五个子也非常的大，我子二十多目棋呢，对，二十目不止一点还，嗯，这是很大的。那么黑棋付出的代价就是外势，就或者说白棋收获的吧，是外势，他把自己都下后了。他通过这一串定型之后，把这两个看上去很孤单的子啊，嗯，下得非常厚，因为这个黑棋这几个子其实已经跑不了了。对，不能去跑了，就是太重了。所以说，那黑棋不能跑的话，就白棋这块棋就非常的厚了。等于白棋是花了一手棋，牺牲了一定的实地，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未来的这个潜力。对，没错，这样一来的话，白棋就厚多了。现在黑棋冲刺一下之后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儿有二十多目棋，就是黑棋从这儿冲出来可以啊，对。冲出来的话，白棋基本上不能接。如果接，你被冲破了，在外面就不存在后势的问题了。嗯，所以他先冲吃了一下，但是哥那儿先不走了。对，因为这边更着急一些。他现在下了一个这个撞，靠这个。嗯，这也就是看星这几个子的意思。嗯，下的没错，确实。对。嗯，白棋长一个。嗯。非常不易纠缠。对，他要把自己下的更厚实一些。对，他这先管这种都是我觉得就是下得很好，这个体现出他的大局观，嗯，看上去这个棋啊，看上去也是很普普通通的一手，是吧？嗯，但是像他们这种小小年纪啊，有这样的棋感实际上很了不起的。对，我是觉得很了不起的啊。这棋普通的下法肯定是跟着搬呀，对对吧？这是肯定是毫无疑问是第一感。嗯，但你这样的话呢，你先搬了一下之后呢，就是对上面的这个影响力是不够的，就是说他这个少了一个拐，而且将来人家搬的时候你还会挺难受，就是白棋还很难受，这其实就是有点尴尬。你要是立的话，这太小了，你要这个时候拐呢，也挺难受，就将来被人拍好像也挺难受。嗯，就他实际上搬一下之后自己就没形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下，对，就棋形就坏了。嗯，对，你就再拐的话，这味道差很多。他先管这个，如果你接的话，他就不搬这个了。他走到别的地方去。对，他走到别的地方去。啊，比如说他走这个，震过来，嗯，可以脱先了这个棋。对对对 对, 对、啊。因为你搬不断它，你要搬断它，由于外面有罩，也跑不掉这棋。本身可能也搬不了，搬他就搬这个。走不着。啊，对对对。不行。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实际上它很体现出他的这种，大局观吧，可以说是啊，他这个时候要上面。而不是斤斤计较这底下这点小空，你要走这个的话，这就太失算了。对，有点小了哈。嗯，所以他这个下得很好，黑棋当然也就是跟着退。对，啊，他在挡。扳住。啊，这不一样，你这子在这儿跟在这儿也是有区别，在这儿扳一个太难受了，在这儿的话，这黑棋就反而自己没棋下了。嗯。这是他下得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拐是次序很好。那走成这样之后呢，黑棋就没有心情再硬了，再硬就是落后手了，变成白棋肯定，如果你再立的话，比如说人家可以尖顶你一下，让你搭一个小堡垒，无限的重复，嗯，所以呢他也不肯硬了，他就飞脚先。对，嗯，这个时候有一点就是说很我们经常讲这挂脚的时候你要脱先，这双飞燕厉害，对不对？嗯，或者走这个，嗯，像这个时候呢，嗯，就是要搞清楚双方强弱的对比，啊，是谁攻谁？换句话说，是的，就是说谁牛，嗯，你才能决定这个下一手你的这个态度哈，啊，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才能决定自己的态度。强弱问题，强弱问题，这个时候跟普通局面不一样。嗯，普通如果要是人家一个单星的话，这挂这双飞燕厉害。嗯，但现在外面全都是他的子，全都是白棋的子，这个地方有个头，这个地方有个子，你如果双飞燕的话。这是搞错了，这个人家只要出来之后，实际上你这个子是负担。对，你在收工呢。对，反而要收工，这块棋又特别的重。是。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立场。要飞一个，嗯，那白棋呢，往前跳，啊，这个也普通。如果你再捡三三，就已经有点过了，这人家肯定要进来了。对，你这飞着一下，他这块棋已经安全了。是。嗯。所以他跳一个。对。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就转战到下方了。加入，加进来。嗯，嗯，这个时候应该是形式上来说，应该还是很接近的，差不多。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欠一个这个非常的大。嗯，白棋呢未来的潜力很大。嗯，但是黑棋作为黑棋来讲，就是
比较实惠吧，捞了很多空。这个加入之后，白棋下面这个挂的子要如何处理？它是不是要在脚上做活，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九届微服房开杯决赛杨鼎新和周瑞阳的对局。刚才呢，黑棋在这里刚刚打入了啊、对。那么接下来白棋这个挂角子子要如何处理呢？对，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是拖的。对，就是这拖。有这拖，其实白棋不怕，这个子比较轻。是因为刚才你说了嘛，这个子比较远，所以他也不需要再硬它。对。他肯定是不担心的，鼓起来，这个是很普通的。这个地方白棋是这个劫呀，白棋是白玩的，这劫对白棋来说很轻。撑住，撑住，因为你打败了，即使打败了，黑棋的下一招也是粘上，也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就只有粘上，还没吃掉白棋，白棋不是要跑，依然可以跑出去，对，就等于我脱先你尖顶，就是白棋等于脱先了，脱先你尖顶，然后我这个啪啪扳了打两下，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对，这是如果打败了是这样的，如果打赢了可不得了，如果打赢了的话，这个。要出人命了，这打下去就坏了，对，黑棋就坏了。所以这个劫呢是白轻黑重的一个劫。对，没错，是这样的情况。这棋对黑棋来说是一种考验，我觉得。但是黑棋也不能不打劫，说这是假如说这个退一个，先不说白棋要搬进去跟他打劫的问题，人即使立一个，你好像就觉得已经对人家没有什么攻击力了。太没面子了，这是不能这么想。打一下总得打。打不过，大不了再补，这个总得打。白棋打吃这个，讨厌你一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劫特别轻，其实他不用找劫，没关系。所以黑棋呢，肯定也不肯再让人家尖着三三，那整块棋就不活了，变成。这时候我们可以判断，对，就主要还是判断他这个被人家一尖啊，这黑棋形势不好，这样尖他只有就很委屈的去做活。对。那这样白棋比如说就得把这补回来，黑棋控是并不占优的。这个时候下一手黑棋走了一个很有意思。他顶住，好像这个看起来是很想要把白棋一手就打赢了，你如果敢开劫，好像我提了就把你提掉了那意思。那他肯定是，对，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这个提了还是不得了，是跟刚才自己接回去那是天壤之别。是的，是的，差一手棋。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呢，现在来说白棋这个劫有点重。但是关键是他可以不打呀，这个劫他留着你这很难受，你将来怎么消劫？这棋只能自己接回来吗？对不对？你要消你提这个他就不理你，对，你再提一个就又后手，就花两手棋，对，这很亏的。但你要不提这个的话，你将来消劫就只有接上。所以说这招棋呢看上去它很强硬哈，但实际上不怎么样，但实际上给自己留了个就是背了个炸药包，相当于是他可能不知道应该如何找劫，这个时候他找劫如果找得不恰当的话被人家拍下去了。对，他这其实就是有点迷茫，这其实如果退一个呢是反正有点怂，这种想法缩了，已经缩了。将来还人家还可以看上来。是，但你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将来补的黑棋要补的时候啊，比如说同样是接上黑棋要补的时候，这招棋好要好很多，没错。但是，一旦被人家打爆的时候，你这招棋就亏很多，这就是就各有利弊吧，只能说是。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你这个时候不能轻易开劫，因为这个劫现在双方都很重了。对，你被人家提掉，现在一手棋提到这儿去了，那你这手棋也白花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把握打赢这个劫，不要随便乱开。这个时候白棋就选择脱先，他先跳。这个跳一个很好，这招棋很好，这招棋就是。给自己将来的这个打劫呀、埋下了伏笔，对，这立于不败之地，这招棋叫是，就是说，将来如果白棋一旦打劫，一旦打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你没有这个跳的话，这人家黑棋刺一个也好，是直接这样尖断你也好，对，你这个子都快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这天我们想象一下，黑棋提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不敢跑了，你这个子跟这块棋是非常重的，但他先跳了一个，他先跳了一个之后呢，将来如果打劫一旦再打败的话，就是你会发现黑棋这个其实你就很难去下来了，由于人家已经有这个子等着了，所以说这招棋是一个积蓄力量的一手，本身也很大，就这我觉得这招棋很好，
下得很好，杨鼎新。对，他控制局面的一手。没错，因为像他这个年纪能下出这样的棋来，很不错。很不错，对。确实。那非常冷静。黑棋跳一个。因为中央呢，现在显然是白棋后势。对对对对。那么黑棋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呢，必须要在中央有一些作为，但是他所以他先出头，瞄着这边也出动，也瞄着这边打入等等，白棋就跟着他跳一个，他想要加强自己，所以中央的厚薄可能会关系到后面的胜负。是的。黑棋现在提劫了，然后白棋搬一个着棋，对，这就很舒服。搬一个，黑棋先冲一下。对，这扳是很舒服，团住，只有团。对，他现在如果说非要吃人家呢，可以的，你是可以吃掉他，但是你留了一堆的劫材，那么这个劫你就别想打赢人家。对，这最后你大概只能接回去。所以说他这样扳一个很妖，这张棋你是可以冲断他，但是这吃的太不舒服，但是有可能是得不偿失。你就这个劫你就无条件忍回去。是啊，这劫肯定打不赢，不仅这一个劫，未来所有的劫你可能都打。很有这个可能性。白棋提劫，那黑棋打入了。这个打入，我觉得有点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从这边出头？对，不太清楚这个出头。打入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白棋中央确实很厚，要想办法消掉它的厚味。就是两点啊，这个现在局面有两个这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劫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劫这就很难控制这棋。定时炸弹，背着炸药包，我们刚才说黑棋，你肯不肯接上？如果不肯接上的话，你这炸药包你就一直背下去，就是这个道理。可能我比较胆小，我还是觉得他接上算了。接上好。街上比较踏实，就确实很忍，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花了两手棋了，等于说，对，他刚才顶了一个，然后他又接了一个，那你还是没吃掉人家，很有弹性，而且有点难受，有点难受，不肯接。对，如果不肯接的话，你就做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把自己下后，你这个炸药让他没有机会来炸你，没有引爆的机会，对，没有引爆的机会。但很困难，这棋很有点困难。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什么？我暂时我先不跟你打劫。但是将来你一旦开劫的时候，我这有劫材，我这个劫材很厉害。对，这两手棋估计白棋受不了。这两手棋是绝对受不了的，我就随便摆两手。摆这个。可以。就这样吧。可以，挺好。这是绝对受不了，这两手棋太巨大了。对，我觉得怎么都行，完全可以弥补这边打输劫的这个损失了。虽然你这边把我炸飞了，对吧？但是你这边你要付出代价，你这几个兄弟也可能也够呛，是也不能也活不了。这是一种，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要点啊，就是说白棋现在局面潜力很大，包括这个，这都是很。未知的因素就是未定型，这个地方很讨厌，这个地方，这个子将来到底是活是死，是怎么一个活法或者怎么一个死法，其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其实都是说白了吧，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厚薄很重要。对，这盘棋现在这个局面厚薄很重要。对啊，这肯定会决定胜负。对，是决定胜负的是在这儿，就是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尽量下厚，嗯，把对方的问题尽量体现出来，这样的话这个劫我也不怕，这个地方将来我一旦暴动出来，我也有劲儿。就这个道理。其实白棋这个地方他自己补，他都不是很好吃。是的。黑棋呢，你要跑，你要是外面很薄的话，你要跑，你不见得跑得出来，就很微妙这个局面。但是总之就是要下厚，就是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棋，他选择了一个打入，但是这个是变薄了，让人家加厚了，好像。但是不能苟同。白棋的思路很清楚，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要加厚自己。对，他这要保持这个劫，关键是他飞过，然后黑棋靠压了一个。这个打入一下就不能不走了，关键是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你不能说打一个这个子扔那儿了吧？对，扔那儿得挡死他，对，受不了。就交代了全。这个白棋靠是靠着黑棋的这个棋形上了。这靠了长之后，黑棋现在出头已经几乎是没法出了。对啊，而且这个虎了冲先手的，你更没法冲，他冲断先手，这儿有个断呢还。对，黑棋现在就已经出不来了。所以这黑棋实际上花了一手棋，小走了一个这个，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接回去了。
啊，这接回去，把木薯全收到啊。对，这接回去不仅木薯大，而且它还有一些彩。是的。很厚。嗯。就是它一步一步，我们看白棋，黑棋你不是抢木吗？对吧？我就一步一步把我自己的毛病全补好。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抢的这些木啊，这个实际上它所得是要就是缩水的，然后它没有那么大，因为你抢了之后，你这劫永远打不过了，一个子也不敢跑了。嗯。啊，其实它的价值是没有那么大的，而白棋的每一招棋，我觉得这个效率更高。现在这棋黑棋已经有点困难了。确实白棋下的比较好，但是黑棋呢、没有把握住这个局面的关键，就是要加厚自己。对，我觉得这棋周瑞阳他的这个理解可能有点问题。嗯、这个时候，黑棋提劫了现在、然后白棋虎一个这顺手劫彩的是一点都不损的，提劫，白黑棋尖刺他一下，接住。对，黑棋看上去啊，你看这到处都留着这个吃、吃一点吃一点的，就不大，其实这个都不重要。这个劫我们看，如果黑棋假设我们这时候简单判断一下形势哈，如果你接回去的话，白棋我就可以跑出来，赶紧跑出来，我就跑出来。假设我们算是这个谁也别算攻谁吧，这个和平解决，和平解决。那其实肯定是白棋有利的，这棋尖出来肯定白棋，因为这外面全都是白棋子儿等着呢。对，我们先不算这样，就先点点木就可以看出来，判断一下这个形势了。就黑棋实际上木数特别的小，而且黑棋特别薄，这空特别薄。黑棋这个地方是四五六，十六十一块十二三二四二十五目棋要弱一点，二十五目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贴木，就不去算它。这个将来人家一靠，就你要想冲断的话，人家一靠你就得加过。对，啊，这地方实际上木数非常少，就也就十目棋。差不多十目棋的样子。这个二十五加十三十五四十五这块棋可能十目棋差不多，因为这还有这个有点问题啊，四十五目棋，其实黑棋全盘也就四十五目棋而已。大家想一想，这个棋你捞了半天，看上去捞了很长时间，也就四十五目棋，但如果你这个子不敢跑，我觉得啊，你要跑这个的话，这个可能就危险。但是中间这一带的潜力非常可怕呀，这个潜力、这个基本上不能说是潜力，这基本上你就进不来，这个成空了都，这个不敢跑这几个字，这已经是、无处可跑，都外面全都是人家的字，人家太厚了实在是。对，就这两块加起来，它就其实就远远不止四十五目棋。这个黑棋实际上是已经不行了，不太够。对，我觉得是不太够，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它要奋勇的挣扎一下。对，它这个劫是绝对不能回去，它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二提。提劫，然后白棋冲一个找劫，这个都是顺手劫才刚刚好，挡住，提劫，黑棋跳一个，这是先手，白棋就跟着他。哎，你看白棋跟着走完之后，你这顺便围空、这都是他的一个厚的威力。靠一个在这儿，这个硬的又很难受，你又不肯挡在上面，被人家断的话，你这冲不动了，现在冲不动了，所以他就夹在这儿。那么白棋一提，对，黑棋这个时候呢，他也不知道应该找什么劫，所以就回补了一个子棋在这儿。这步棋呢，确实有点疑问。我们看着，我觉得他怎么往那儿跳一个？因为他跳完了之后呢，是想要白棋在这儿补一个，然后再提劫。但是白棋他不会补的。这个跳挺有意思，跳棋就是一个后手。是啊。就收个关，他就不会了。说实话，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吓得自己不会了。我们刚判断过形势，他不肯接。是吧？他这街上就是属于这个等死的状态，就是等着认输的状态。但是呢，他你要找劫，他没劫，因为人家厚，因为他自己先这个种下苦果了。是啊，相当于，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他实际上是这个醒悟的晚了。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好像厚薄很重要，我得积蓄力量，下一步我跳出来，对吧？我这一跳出来，这个劫财就无穷。但是对不起啊，你现在轮人家下，你已经晚了。人家如果再等一步，被你跳出来造出一大堆劫财，那可能确实还不好说。没错，这个时候该白，白棋就直接给他打上去了，奋力的引爆这个炸弹，踢掉，然后他搬那个找劫，那个是绝对的劫财，黑棋不能脱险。这个下得好，黑棋只能挡住，就死了，死了，挡住，提劫，黑棋接上，然后他打这个。就是多狠呐！看，把你这个局部，你先站的角给你打成马蜂窝。对，
然后白棋扑了一个着劫，这个黑棋也不能不要啊，这被棋就是受不了了，就是搞笑了。你如果被我提的话，那你刚才这个叫做这是什么行为？大家看对不对？这就后手死，这你弄个后手死，这个谁受不了？黑棋挖了，这就没劫了。这个已经是很勉力的在找劫材了，非常勉强。这个时候呢，白棋下了最后一个扑，这个扑是损劫啊，但是致命。是的。他已经确定我这个劫能打赢了，万劫不应，提掉。那么黑棋全盘没有劫材，他只能把这个长出来，就提了，抓掉。这个提了，我们简单给大家判断一下这张棋有多少目啊？这张棋有多少目？这张棋首先这提了之后，将来这个一跳，你走，我这一搬，这就这个地方都不能算目，对吧？黑棋这个地方都不能算目，就换句话说，黑棋我们刚才街上点的25目棋，大家想想这个地方不能算目，只剩下五目了。就是惨得一塌糊涂，因为五目可能多一点点，这个我跳的话你就能夹住我，这个地方可能只剩下7目了，也就是黑棋这个地方啊损了18目棋就被打赢，黑棋自己损了18目棋，我们先不说后薄，再加上白棋长的目，还有白棋呢，这是1234567890，白棋至少是10目，也就是说这个目数来说就得有30目，太大了这个棋，目数就是30目，30目这个是没完啊，这个本来我这个这几个子，你如果就算是你粘上的话，我这个子我得跑啊，对不对？我得花手术跑，而且不仅花一手棋，我可能你这一旦杀出来，我得不知道走多少个单关我去跑。现在全部都不需要了，现在我只需要，如果你不走这个，我只需要轻轻的一震，你就全死了。啊，但像这个厚薄的出入，可能，夸张点说，可能也不小于30目。对，这个、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劫打爆了，就是已经基本上这棋就下完了，我可以说这黑棋都不太行了，他勉力还是挣扎了一下，我们来看看他接下来怎么下的啊、对，断打接上，然后拐回来贴住，顶住气，贴住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手，应该说这张棋目数稍亏，但是呢他紧住你的气，他味道好，对上面味道好，他终于下了这个跳出来，这是最后一争胜负的地方。对，但这个时候先压了一下。对，这个时候这劫被一提，他空已经不够了，是这是最可怕的。就黑棋先，大家全盘数一数，基本上没有空。这是7目，这是7目，那是10目，这十目就几，这是几目，就是全都是特别小的小块。白棋贴回来。然后度过。再挤这个。挤住，是的。然后挤住之后呢，你这个冲也冲不断了，所以呢，黑棋。从这儿冲了一下，对，然后一小尖刺，白棋这块棋基本上就活了。他为了要破他眼，他就团打掉，这个团打掉跟这边这个冲也有关系。这招棋应该说是只此一手，就是必须得这么下了，因为你不这么下，比如说你双这个，他就把这个团掉，就最后判断一下，就团掉，团掉之后这个地方是有气的关系。接上，然后他这个冲是他的权利，你这已经冲不动了，已经冲不动了，冲打的全接不归。对，这个白棋这块棋已经活铁了，可以说是不行，你这个冲不动，而且他这整体已经活了，他就收官就行了。接下来白棋就去收官就行了，该怎么收就收一收，对，把这个地方走一走。对，这棋黑棋控是不够的，是还不说他这种地方还尖了挡下去之类的。对，这白棋掌控的地方非常多，黑棋就基本上就是全都是死控。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他只有这个奋力一拼，就是挣扎。这打太大了，这一打其实远远不仅仅是这个一手几目棋的问题啊。对，他白棋这块棋打得不活。对，他的眼位问题，所以白棋呢，你既然不搏，我肯定要把你冲断了。他排斥。因为现在黑棋整体特别的薄。是的，飞一个。白棋呢，就从这儿尖断它。挡住这个有点惨，冲过来，对，这已经整块棋全部被白棋笼罩在中央了。对对对，我觉得这块棋凶多吉少，好像就是这个死活赌胜负了，但其实也不是，你活了你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黑棋真的是形势很告急。黑棋现在就干脆也就不装了，他就跟你拼了，他就把这个贴回来，看你能不能杀掉我。对，他干脆就是正常的话就赶紧跑。是啊，这是正常的，这被人家一照照死了全。对，对，照还是飞，反正这个，他现在控也不够，这是最主要的。你就是单纯的跑，你赢不了棋呀。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全是我的，我全贴回来了，贴回来再说。那这边一点，点在这儿，要命了。黑棋还顶住，因为这儿还有靠，所以呢，
白棋这一跳，我觉得黑棋这块棋实在是凶多吉少。这铜墙铁壁一盘主要是，还要顶一个，顶的时候呢，白棋恶狠狠地顶过去。嗯，你先把你的眼顶掉，这个时候我实在看不出黑棋的活路在哪儿了。对，接上，嗯，你就黑棋接回去，我这一退，他又冲一下，嗯，挡住，这个。下得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嗯，杨鼎新小同学下得非常好，好像没有给黑棋很明显的对，没有机会。机会啊，他而且他在有一个劫的情况下，他依然牢牢控制住局面。这其实这一代白棋下法比较多了，应该说。是的。嗯，他很多种下法都可以，他这个比较简明。嗯。就是黑棋这个地方走不着了。对你尝这个也没有用，我这一翻打你管是没有用的，你管这个我把你挖断了，这个这白棋就连上了这一把。对你打吃，我从这儿连回去了。对，等于这个棋其实白棋已经连落了。是的，是的。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再想起来去这儿挤，是不是？那对他，但是已经没什么用了，人家搬回去就是了。对，这个端掉也没用，杀气是不太可能的。嗯，端吃。嗯。而且这底下人家还有眼啊，这提了一下，但提了一下也没有用，他打二环一提回来了，就气不够，就是啊，气不够，气是明显不够，这好像差的不止一气，我感觉是，白棋气非常长，这个地方你都得提过来，这挣扎了一下没有用，就认了，现在下成这样，这个可以说后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后面白棋实在是太好下，对，他怎么下都可以，他就棋后空又多。想杀也可以先放你活你也不够就这种状态那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劫吧黑棋处理的非常的不妥就是当时在一个局面很焦灼的情况下前面可以说基本上这转换啊还都是双方可以接受的就在一个很焦灼的局面下我觉得他这招打入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严重失误确实这招打入就是他很局部很好他捞了很多木但是正好这个局面下他这捞木是不便宜的对你这样捞木是亏的对他这个全局的控制权一下子就交给白棋了对主要是这个劫你一旦打不赢就麻烦了你就尴尬对你就等着被人家这个把你打爆啊对你要补回去也不够这就是已经就很尴尬了对没错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杨鼎新中盘战胜了周瑞阳夺得了微服房开杯的冠军对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二个头衔非常漂亮的一个胜利恭喜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将好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